一二三。好，各位贵宾，请转向你的左手边。刚刚就当我们彩排，现在麦正式开启了，也表示星之沙龙即将正式营业。一家店的开幕是相当不容易的，请给我们弟弟妹妹们一点掌声，他们现在一定很慌张。Action！1、2、3，欢迎光临星之沙龙。哇，听说有一家新的法郎要开幕了，今天来了新的客人。您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星之沙龙。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助理轩轩来帮您服务。今天请，光是接待的就是人气小网红，出过好几本写真集。哎，机智男孩，对不对？我看过你演的八点档，所以你要帮我介绍吗？对。其他几位我们待会再聊。凯杰，哇，这么暗，你们法郎不开灯哦。这里是有个好，这一位呢是我们星之沙龙酒水部的调酒师杨明威老师。贵法郎还有酒水部啊？哦，今天想要来什么样的酒水呢？我想要来一杯可以帮助我补眠的酒水，实在是太困了，三点多宝宝都不睡。其实我在点酒之前你已经调好了吗？我们这一定是要塞好的，不然来不及啊。也对。不错哎，明威，原来你还有这方面的天分啊。谢谢，掌声给他鼓励一下，他是调酒师哦。谢谢。好，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我们星之沙龙的掌柜设计师。你好，大哥好。一位是我们的贵妇指定设计师修杰楷老师。贵妇指定，你应该是贾静雯指定吧？第二位呢是我们的名人指定设计师王子老师。哦，大家好，大家好，是不是你老师好？请问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我不喜欢比我帅的老师。好，那我就先帮你做洗发的准备。欢迎光临，江哥，好久不见呐！你哪里不是吗？我可以帮你处理一下，请坐。我觉得被你处理会更不是。来，请坐，请坐。不是，我这个摔是为了符合你那个身份啊。你已经，我给你 hold 起来 ，hold 住。你想我把你 hold 起来？不照台词走的人，让我们演的人很累。重来一次。哎呦，喂，江哥，不是，主要是因为我要先帮你按一下。你到底要不要走下去？台词，我给你 hold 住了，我给你 hold 起来，我给你 hold 住了。好，好久不见，欧柱姐哈，是，感觉表演有点生涩哈，有点生了。这家店众星云集，个个是高手，我相信背后的艺术总监更是强中之强。到底你们的艺术总监是谁？可以把他请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吗？那就是我们的姐姐。请，太棒！哦，有他的加入呢，这家店会非常非常的有特色，请到舞台中间来。好，欢迎所有的助理，还有所有的干部一起加入阵容哦，各位朋友，这是 TVBS 来马夜中二星之沙龙的阵仗，各位给他们掌声欢迎一下，非常的优秀，非常优秀。哎，不好意思，你的干部是下班的，他们把耳罐拿掉。他们在休息哈，先欢迎姐姐哈。哎，怎么还在放姐姐？今天是值得庆祝一天，明天我们要脱口罩，应该放褪口罩才对，对吧？对，对不对？都可以褪啊，什么都可以褪。比如说，已经褪了。来，我们先等干部一下哈。来，各位干部请就位，好，欢迎。首先请艺术总监跟大家问候一下。嗨，大家好，今天的服务大家还满意吗？还没服务到。大家好，我是姐姐谢金燕，开心。好，各位长官对他们的服务满意吗？我看到 TVBS 的总经理刘总经理在拍照，还满意吗？这个阵容还满意吗？相当优秀，麦又不开了。
子。来，他又没有声音，来，刘总，刘总，欢迎，期待啊，非常华丽的阵容。姐啊，谢谢，我看到旁边郝副总刚刚叫得很大声。来，你觉得满意吗？这个阵容？非常满意。很少有人这么早就喝醉了。啊，赵副总监啊，我们这娱乐事业部的副总监，陆陆总监，你满意吗？非常令人期待。对，又期待又满意吧？哦，我还看到一位大哥大，来来来，金星娱乐总经理伟忠哥，伟忠哥。刚刚看到这段舞台剧，你应该很想揍人吧？能揍我吧？哎，那是特别安排的，你懂不懂？哎，懂。对，有意思。慢慢浮出水面。是的，谢伟忠哥。OK。好，还有制作人国强哥，谢谢国强哥在哪里？国强哥，国强哥，哎，国强哥不见了。哇，今天真的好多好多意外啊！好，还有另外的意外是，你们要懂得站位，记得让总监站 C 位，请调整一下位置。好，没问题，没问题。你们这些看布真的是，我们忘记退下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请背后的推手，也就是 TVBS 的总经理刘总上台致辞。相信他也是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件事情，上台先移。大哥，你今天好帅，搞得好像你是市长候选人当选人，来跟大家一一问下去。伟荣哥好，来，伟荣哥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长，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陈经理，我们郝副总，露露，各位巨星，各位可爱美丽的小朋友。大家好，那个，我们金星娱乐当然非常高兴有机会跟 TVBS 合作。TVBS 是我的老东家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 TVBS 服务。然后这个今天应该是詹仁雄这个总策划要带去，不，他因为他很怕看到选举的结果，一些怕紧张，到澳洲去一下。哎，对对，会回来。那刚才总经理碰到我说，哎呀，有什么你一定要来，你是精神的这个支柱。我说到这个年纪也只剩精神，肉体不怎么样。好，做这个主要是一种，实境秀，其实任何状况都会发生。好玩的就在里面。如果艺人什么都能做的话，就不好，就不有趣。所以刚才出现那些状况，其实是巧心的安排，是很有意思。那郭强是很好的制作人，做过《声音之王》，以前做《康熙》等等。也还是谢谢 TVBS 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大家机会，提供最好的机会是最重要的。谢谢各位，谢谢伟忠哥，代表金星娱乐，代表国强制作人上台跟大家祝贺哈，同时也有线上的祝福。好了，我们现在好好了解这个节目，来，请大家靠拢哈。首先，先请艺术总监分享一下，因为当时这个卡司阵容一出来的时候呢，传了各种各种的名单，结果呢，出现了一个谢金燕这样的非常特别的名字，因为大家知道他只有跨年这种场合才会出现嘛，现场没有5万人，他是不会上台的。哎，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不对？好，什么？你这次到底有没有声音啊？可以。好 ，OK， 自己肺活量要大一点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谢金燕为什么会加入这个阵仗。我为什么要参加实境节目吗？一般女明星不是参加实境节目就是死吗？是吧？而且要这么年轻的实境节目巨星。好，其实会加入是因为一个人，不会是我吧？还真的不会。你的麦怎么突然那么有声音？对呀，讲后面滴滴的。总监讲话不太随便插话。对不对？对对对。但我允许你插话。不会是我吧？不是。好，我会加入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给我演艺圈第一份工作的人。我在演艺界的第一个工作就是他给我的，真的，对，伟忠哥，王伟忠叔叔啊，真的，这个缘分我们想知道一下，因为其实谢金很早就出道了，十几岁，15岁啊，那时候是美腿的一个比赛嘛，对，选拔，所以那是当时是伟忠哥的节目，是同一个制作公司，那我去那边
周末派美腿是去面试哦。但伟忠哥呢，第一眼看到我之后就跟我说，这个小女生你好漂亮，你真的好漂亮，你要不要来演连环炮，来演短剧、所以我隔天就去上工了。对，这真的是如果没有伟忠哥的这一个饰演是提拔，没有慧眼识英雄，对啊，伯乐，对，我想我应该会进演艺圈，会走会拐两年，对，是，其实因为我脸皮太薄了哦。但以你的条件，有没有伟忠哥，你都还是会有今天的啦。其实我还是会努力，还是会努力的闯，但是就是伟忠哥的体系、我少走了一点点、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有这个卡司其实都是有点报恩的概念，讲报恩太沉重了、哦、应该是说我好不容易逮到这机会还削他一笔当年欠的钱是哦，那有没有什么挑战目前已经发生了在你的心之沙龙里面作为一个总监的角色，目前的挑战吗？我觉得把各个不同年龄层的弟弟妹妹啊，这也是弟弟老弟老妹，老弟老妹、对，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呢都不太相同，但姐姐要变成一个总监呢，又要严厉，又要幽默，又要带领他们，我觉得好难哦。我其实我到现在还在挑战我自己。好期待啊！前去到你，我们看看谢金燕到底会在什么状况之下，就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监？因为他平常真的相对是非常神秘的一位艺人哈。但实境秀就是要把真实的面貌全部呈现出来。对呀、那神秘会不见哈。对，我应该是抖包。我现在可以预料到这节目很难剪，因为谢依霖会一直讲话。某差，因为他被安排在另外一个空间。哦，可以。对，我一个人一个房间。制作人这很难剪。所以好不容易站在一起了，我一定要猛讲话。OK， 好，接下来我们听听修杰楷怎么说啊？修杰楷做的修头发实在太适合了。没错，终于找到我的最适合的一项工作。但我听说修头发的修杰楷一去上课手就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之前跟吴亦霖老师有特别上课。哎，吴老师今天有来，欢迎吴亦霖老师。谢谢。那我先听他说。好，吴亦霖老师，这个学生怎么样？因为你是大师等级的了。没有，大家客气了，我已经是退出这个圈子。但是跟江哥开完会之后，我觉得死了，因为他竟然要我教他们，而且他是给我四天的时间。只有四天啊？一般发型师要养成的时间是5年。哦。可是他们在四天之内要学会吹头发、剪头发、分区、认识脸型。是，我超怕就是现场流血的。哇！但是他们两位倒让我还蛮惊艳的。就是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听到他们拿剪刀的声音，是感动的，那个连摄影师都哦，对，回家可能有偷练。是，可是他们很棒。真的非常非常棒，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节目，因为过程实在太好笑了。有四天的时间完成这个人家5年的工程，是，我估计这个节目发不到来宾来剪头发。你这一讲出来之后，所有人都退通告。没有，因为我想他们这辈子如果把女朋友牵女朋友的手没有抖成这样过，可是你就可以看他们连梳一个发片手都是这样，真的哦，实在太可爱了。来，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恐怖？谢谢。我真的没有想过。第一堂课我们就要剪一个真实的活人，不是刚刚那个人头啊，不是哦，真人啊，对，所以是真的模特哦，真的，是真的模特，真的模特，然后又都是那种梅啊，你知道吗？你就会看到那个梅啊，就是坐在那里，然后看着镜子，然后看着我，又看着修杰楷或王子，然后就看来看去，然后他们剪了一刀以后，那个人就又这样看着我，然后看一下他头发，再看着我，然后他们在剪另外一边的时候，好生动啊，不是因为两边。不一样长嘛，然后那个妹妹又看了比较短，又看了我，又看了比较长的，那因为在录制，我又不能，你不能出手，我不能拿出我的本性就是骂人，不行嘛，那他看着我就看着他，看来看去我就转到别头去好了。哇，好可怜的模特，听说那模特是他们公司因为业绩最差的哈，所以被派出来给修杰楷，真的这么严重，这么恐怖，蛮恐怖的第一堂课，但是。第二堂课就好很多，就是至少知道说啊一些流程，然后老师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自信，就是发型师绝对不能被看出你很紧张，对，只要做好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剪得很好。对对，因为剪不好就说这是艺术。对啊，你已经准备好退路了，准备好了，剪不好就说这是艺术，这是造型，对对对对，这是前卫的时尚，没有人试过啊。怎么了？你知道啊，在教男生头的时候啊，修杰楷啊，修哥就真的剪了一个艺术，因为那个人是谁我也忘了，反正就是要推鬼剃头，然后他就推个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哦天啊，那我就站在后面，我想要死了怎么办？反正推到后来我也救不了，我说没关系，这是现在流行的科法，所以那个人走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一边就是一个洞一个洞。帮他找个台阶下，我们更邀请不到人来上节目了。业界良心哦。不会不会，我们会改进，会改进，修正。辛苦了，期待你的演出啊，期待你的实境的这个剪法的过程哈。好，很想有记者会，还有第二现场嘛哈。没事没事，很生动的分享。王子邱胜翊，你今天的造型就很特别，你有特别打扮吗？今天出席？这个头发是特别为这个节目染。就是十几年没有漂头发，然后想说换一个新的造型，因为当上设计师嘛，想说自己的发型也要特别一点，对对，自己也要够潮才说服得了你的客人啊，对对对，对不对？不像修杰楷好像做证券的，那么穿，你先是从哪家证券公司过来？你看他，我等一下染头发了，我参加婚礼，婚礼 OK OK， 有没有什么难题？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剪头发真的很难。然后谢谢依琳老师很细心认真的教我们，可以快速的，不那么紧张，对，然后安全，因为老师很注重我们的安全，怕我们剪到手。那我觉得还有很多技巧需要慢慢磨练，期待接下来的客人。对，好，祝福祝福。来，明威，你竟然是被分配到调酒。他们可能是依照个人兴趣来调配的。对啊。那你应该无所不能嘛，因为之前看你的这个演出哈，你看从餐厅，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最后都找到你手上来，基本上你应该是全能型的。我是很被动的，不主动找我就尽量不去做这样。但如果找我的话，我就可以把它做到不错。就最好就没事这样。但是如果有事，你都能够做到100分。你不会，没。哦。至少有个73分以上。你刚刚说几分？23分。你才21分呢，讲一下23分。不敢相信21了。那你的老师是谁？啊，调酒老师在这里。啊 ，Alan 啊。对对对。哦 ，Alan 老师好。你好。世界冠军。这是大师级的调酒师哎！天哪，你怎么愿意自甘堕落来到这个节目上？是的。这两位都是大师哎，后面你们会破坏他的名声，你知道吗？啊，不，他谢谢查新安啊，很棒，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一个学生，这是真的，真的假的？对对对，这样对得起以前的学生吗？对，我觉得无微不至就是他的那个风格嘛，无微不至，所以他就是有什么事情，他马上就可以马上有反应，马上有做，然后忙学习的吸收很快，速度快嘛？对，那因为其实调酒师他需要很多的临场反应，那有的时候。他在临场反应很快速的当中，就需要一些细节的掌握嘛，不然就会泼湿身体啊。因为是调酒跟那个剪头发一样，就算调不好，也跟他说啊，这是特调。对，没错没错。我们是随机应变。有一个关键呐，就是你在试的时候一定要先说，哇，这真好喝。客人觉得不好喝，那是客人的问题。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对不对？先把一些退路想好，这样想好。原来你们都是用这样混的，这不是世界冠军，实在是。好，谢谢明威，祝福你。好，来来来，依琳，终于我可以讲话了嘛？对对对，但你的扣打刚刚都用完了。好，我们第二排。我们很多分享耶。好了，依琳，我们今天好多依琳啊，吴依琳、谢依琳，有什么话要对蔡依林说？请他来跟我们剪头发，是不是？把他发来，三个依林凑在一块儿啊。那你有什么心得吗？到目前为止，你也是很久没有太开心，太爽，按摩不容易耶。我终于冲出来了，是我从子宫里面冲出来，因为我在照顾小孩这两年，然后就觉得好压抑，一直很想讲话，然后他们就让我按摩，然后就各种肉体，我就可以疯狂的。据说你指定要，所以我刚刚很想。到底要不要让我问问题啊？连你我都要掐下去嘞！你的节奏我真的抓不到。好，你自己讲好，你自己讲好。好好，就是啊，我觉得哈，那我就放热给他就好了。好了好了，我讲完了，就是很开心。他累了，他自己会听。你讲完了，你什么都没讲啊？你要问我什么？你说。不问了啊！你问嘛，你问嘛。有没有听说指定要小鲜肉这个传闻？没有啦，我不是那种人啦。他说只有小鲜肉。没有啦，因为他已经找他们来练习了，我活的是他练习，活的都可以。伟忠哥，你可以按吗？还真不行，没礼貌。可以啦，可以啦，我也很用爱。
按摩其实不容易，因为他其实自己很累，对，自己要实力，别人爽在那里，其实你自己很，你有经验吗？问题是，我有，以前帮老公还是对，帮老公，然后我按完我老公，他就送医院了。胡说，怎么可能？真的啦，因为我那个时候他肠胃炎，然后我以为说他是吃到不好的东西，是吧？我就一直疯狂的帮他按，结果他是肠胃炎，然后他就。入院了，他就再也不给我按了。但是我这一次不会了，真的假的？对，因为我这次我们有找专业的老师教我。OK， 好，期待。听说老公到现在还没出院呢、啊，还辛苦了，还活着。这样子我们要怎么营业啊？我这总监，对啊，你这一般人很恐怖、欸。我这总监现在开始有点慌了、啊。一个鬼剃头的，然后一个色条的是不好喝的，一个安大树院的，然后一个只做自己造型的。我现在。把自己弄那么脚麻到头上来，没关系，我们还有助手群，来助手群请出列。好，来来，一个到我旁边来哈，我想呼唤一下，看看哪一位先。好，林莎先好了，林莎来，好，林莎到中间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莎，很开心加入营业中二。好，那你有什么准备吗？加入这个团队？因为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辅助干部们。然后其实我已经把身边可以洗的人的头全部都洗了一次。比如说？对，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去学洗头，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帮就是设计师们在前置作业的时候可以洗头，所以我就要练习的时候，我就想把所有的朋友都找来，每一个都给我一点建议，这样。对，所以也洗出心得了，我觉得蛮好玩的。哦，好期待哈、哦！好，加油加油，因为她是这个超人气美少女啊，然后很多人会关注你的表现的哈、哦。好，我会加油的。下一位来佩涵，佩涵负责什么工作？做了什么准备？我也是负责助理的工作，然后我做准备也是洗头，然后我会帮我爸爸还有我弟弟洗头。然后我爸爸很严格，他就说你这里泡泡掉下来了，你这里泡泡掉下来了。然后我们女团就去表演南下表演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去看那个发型师怎么吹头发，然后我就帮忙吹，然后他就嫌弃我说把头发越吹越乱。你把你的团员头发越吹越乱，对，这一听就是故意的嘛，是吗？你团体都是这样子，互相吐槽。好，谢谢乒乓的佩涵，谢谢。来，机智男孩岳轩，好，帅哥帅哥，大家好，我是岳轩。好，你做了什么准备？有什么心得？我这一次。就是因为我知道洗女生的头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可能像姐姐这样子的长发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第一个就先请了我剧组的一个女生的演员来帮忙，然后结果殊不知一洗洗了三个小时，就是我先从坐洗开始洗，坐洗开始洗。你是洗头洗完便洗澡吗？不是，我会洗三个小时。因为我从坐洗开始学嘛，然后学就是起泡就已经很困难了，然后洗洗，然后就打结之后换老师帮我把它解开之后，我会继续洗。洗完之后，然后弄完之后呢，还要再洗第二次。洗完第二次还要把它送去躺洗啊，躺洗的时候还要再洗一次，所以前前后后洗了大概三个小时。然后我手皱，他的头也皱了。对，那皮都已经这样子哈，皱在一块儿了。可是洗三个钟头好开心，我可不可以找金城武来？我想帮他洗头。三个钟头吗？你要帮金城武洗头？慢慢洗，按三年。你想太多了。对。现在有一批小鲜肉了，你已经很幸福了，你还要找那个金城武，他很难找，他比你还神秘，你知道？好，谢谢谢谢。好，接下来机智男孩博峰，好，博峰好像也是练到都受伤了哈。对，大家好，我是黄博峰，就是之前练习洗头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家里自己手有点差点抽筋，是因为这平常我们去给人家洗头都会享受那种很舒服的那种按摩，所以我也希望给客人就是得到这种享受。对，然后之后我，因为我平常健身，然后可能肢体会比较僵硬，然后洗头要很柔软，但是我做的时候就觉得做不有点需要适应一下，对，然后我就是尽量，你看手开始抽筋了，对，就是尽量让自己的手能够柔软一点，然后你那个手势有点黑啊，可以先收起来，没关系，手势多一点。对，大概就是这样。慢慢练哈、哦，这个事情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可以边洗边健身啊。练深蹲吗？难看哦。哇，好符合市长当选人的风格哈。好，谢谢谢谢国峰。好，接下来是原子少年的蔡正还有孟伟，欢迎。好，两位恭喜啊、哦！今天 MV 要上线，对不对？对，恭喜新歌晚上要上线。好，分享一下从这个歌坛选秀跑到实境秀的感觉。我很开心可以来到营业中二，然后因为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就有接触过美发这个行业，就
对，就是国中有在美发店打过工，太棒了。因为就是距离国中到现在有一点久，是很久没有碰到。但是唯一有在美发店，你们其他人有在美发店打过工吗？我真的、啊，我妈是美发，做家庭理发的。早知道不问这题了哈。好，你继续。所以就很久没有接触，但因为很就是后来在因为加入沙龙以后，就变得洗头之后突然变得好生疏哦。对呀、啊，憋太久了。对哦，所以很期待就是之后我可以在里面。找回以前的感觉，是，然后表现的一定可以的哦，对，唤起那个记忆哦，感觉是个潜力股哦，哦，总监，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心得？大家好，我是蔡正。这一次呢，我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是第一次帮别人洗头发用造型，然后那时候我也是会网罗我很多。朋友一起洗，我可能带我到我家，或是到他家，然后洗完之后很好笑、哦，我还会再叫他在浴室躺平。他叫他躺在地板。为什么？他叫他躺在地板。因为我要练冲头。冲头是坐着，或者是在后躺。家里面家里面没有那个躺椅。哦，对对，没有躺椅。然后我就这样蹲着这样。好奇怪的那种感觉嘞。练习的，好像在洗什么，蛮奇怪的感觉的。对，但就是一个。真的意思的意思，可就是我练的也是蛮有心得的啦，希望到时候节目上我也是可以得心应手。那你在那里洗地板的那个人的时候有拍下来吗？这个画面有。对啊，这个都应该放在节目里面，很特别的练习过程哎、欸。哦，脸会很臭，这就是实境秀啊，哦，真实的展现。不过今天脸最臭的是王子，因为他好不容易染头发，看到其他两个也染了哈。哇，十年没有染了，靠北啊！这两个人造型是一样的，好，谢谢。改个颜色就好了。对了，对了，没关系，再去染别的。谢谢两位，谢谢孟姐，谢谢蔡正。来，接下来是易杰，原子少年的易杰。好，易杰最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加入这个团队的心情。大家好，我是易杰。对，然后因为这边三人都在比赛，然后这是我们三个就是第一次参加实境秀，所以其实我很紧张，我觉得会怕表现不好。然后呢，就是洗头又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会练习，就是说节目的安排练习之外，我们有自己去练习，请之前原子少年的妆发姐姐就是帮我们教你们，对对对，强一下。然后呢，就是我爆料一个，就是上次我要帮蔡正洗头的时候，对，他给我三天没洗头，头上都头皮屑，超油。啊，他来给你当练习的头的时候，竟然三天没洗。对，不好意思，我要讲一下，是因为那时候我刚染完头发，然后那个造型师说不能洗，不要冷静，好了，不要怪他，哦，好好，哇，好棒，节目还没开播就吵起来了，好期待啊，太好了，就喜欢有这种冲突，好，谢谢一杰，谢谢，加油，好。哇，看到好多新生代，其实蛮感动的哈、哦。这个都是小鲜肉，看到这些人真的都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但看到伟忠哥还在，我们就不退休了哈。最后请谢金燕总监，身为艺术总监，我就问你一题：这里面你最担心谁？实境秀就是最怕有人出包、出乱子，个性不合，对不对？哦，意见不合，难搞，很皮，最担心一人。叫你。你。为什么？他在练习那个穴位的时候，他每个穴位的位置都搞不太清楚。帮你老公按过。不是，因为我生完两个小孩，我整个记忆力瞬间丧失。那你要说，那你还敢来应征这个工作？对啊，我没法，美甲做得好。但你是做按摩啊？我都有、哦、你也要做美甲，因为我知道自己一个领域不专精、哦、所以我研发了五六个领域，我有精油、按摩、抽卡、哦、对，都有、哎、对。好，所谓一胎傻三年，他会傻六年，我们大家期待他的精彩表现。他状况就不好了。好，谢谢几位，谢谢，马上要进行剪彩仪式。好，现在要欢迎几位贵宾一起上台加入。好、哦，那几位贵宾呢，包括了总经理刘总，请再次回到舞台上来。同时终于在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好，请刚拿一支金剪刀。好，现在呢，我们准备先来拍一张剪彩旗。好，请大家看前面，先来一张大合照。来吧，营业中二即将正式营业，而这次要开的竟然是一家沙龙，这家高手啊来担任指导教授。
还有台上这么多优秀的巨星大咖一起来参与实境秀，真正体验一下经营沙龙的困难。请看中间，好，请看齐，好，请麻烦看一下右边，好，准备看前方，倒数五秒要开始剪彩咯，这家沙龙要正式营业了，祝福星之沙龙顺顺利利。五四三二一，请用剪。好，请看正前方。好，好，请大家看中间的摄影师，请看中间。开心一点哦，开心一点哦。好，左边麻烦每一个来上节目的人一定都非常期待会有什么样发型带回家，这也是实境秀好玩的地方，真的剪下去呢就不可复返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欢迎大家关注。好，各位干部请留步，然后长官好，哪边是依林以及两位剪发师修杰楷、王子邱胜义，好，请五位合体。我感觉很不熟哈，你们对呀、啊，那你们要带动一下。好，请大家先看前方，好，比个二，来吧，营业中二，星之沙龙。请看左手边，左下角，再看左边，好，不要请后台的助理群再次出场了，好，请看左下角，谢谢耿哥，好好，再看右下，谢谢小熊。好，来，助理们稍后。来，学妹，来，同学再一次哦。好，看一下十一点钟方向，白头发的约翰哥。好，可以吗？好，干部请加入，来，再次欢迎林。好，那就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哈。谢谢两位大师指点。好，中间视线全体比二。来，左下角。好，左边，正左边。好，右边麻烦。再回到中间，好，谢谢。接下来是艺术总监独照，来，各位说小鲜肉都一头雾水，是在讲啥喂？没听过，在那个时候能够上连环炮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谢金燕也就展开了演艺之路，谢谢伟忠哥的这个伯乐。当然，谢金燕这几年的努力也是。本身就是一匹千里马，现在呢竟然也加入了实境秀的行列。好，是要腿的部分在右边啦，右边。好，当然是因为美腿而被伟忠哥看上的嘛。今天我们重温旧梦一下，回到十六岁的谢金燕，那个时候他一出场就让伟忠哥相当的惊艳。时至今日啊，还是这么的漂亮。但是你真的应该没有想象过，它会出现在原形毕露的实境秀。好，还有哪边需要他的视线？
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欢迎修杰楷。好，谢谢。相信以他的努力还有天分，一定可以做出最完美的发型还有造型。修杰楷做事是非常认真投入的啊，交到他手上的任务，不管是做戏剧的制作，或者是演出，或是好老公好爸爸，相信发型师将会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最难的一个课题。加油加油。好，接下来欢迎王子邱胜一。非常开心以最权威的造型师的 style 跟大家见面。邱胜一一直都是潮男啊，过去也做潮牌，所以相信呢他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美感体验能够交付到手上的客人。期待王子邱胜一再一次的出现在实境秀精彩的演出。那这次呢要做的是调酒师啊，这个很应景，很棒很棒，看起来有点猥亵，不可能那么粗的啦。我是说调酒杯没有那么粗的嘛，都是小杯的啊，玻璃杯。好，右下很期待明威哦，因为他在实境秀里面算是扛把子哦，很多观众都非常期待他这一次的演出，尤其换了一个角色，换了个位置，换了个吧台哦。好，几年都在带孩子，其实真的不容易。欢迎他回到荧光幕前，我相信他会是团队当中呢的开心果，制造很多的笑料。好，他也要露腿吗？今天是内搭裤。我的妈呀，穿那个卫生衣在里面，卫生裤。啊，妈妈辛苦了，终于这个要跟大家再一次的见面，希望她用独特的喜感跟节奏为星之沙龙画龙点睛。想到哪比到哪的，那明年是兔年，祝你狡兔三窟。谢谢，谢谢依林。好了，今天中间好，请大家帮我们比个二，相信会吸引很多年轻观众加入星之沙龙的收看行列。哎，不要小看他们哦，你看刚刚就有人说真的有曾经在沙龙服务过哦，孟杰对不对？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好，请大家看左边，来左边，相信他们的出现呢都会是收视率的高点。好，中间，好，右边麻烦。好，先看左边好了，左边有人在叫你们，左边。好，各位摄影大哥还有什么配对的需求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电子联访了哈，可以哈。好。